演员伍子飞在社群上把他的生活剪辑出来，美食、运动、工作，看起来一切都很美好。但他跟连城祥两年的甜蜜恋情，似乎就在不久前画上了休止符。不过在八月的最后一天，伍子飞抛出一串照片，还写着“毁灭到新生，倒地而起”，看起来似乎走出了情伤的困境。而就这么刚好，系列照的倒数第二张照片似乎就是带他脱离情伤的新对象。24号晚上，狗仔哥哥们在台北市东区的烧肉店外看到了站在门口的伍子飞，他身边还站着一个男人。这名男子突然伸手摸了女生的刘海，动作相当暧昧，而他就是 IG 上那个玩推杯子的人。经过调查，男生叫 Alex， 是位园艺设计师，热衷户外活动。伍子飞跟 Alex 进入店内后，导演奚月龙也加入饭局，三人的聚会看起来气氛不错。在酒足饭饱之后，奚月龙推出他的爱车，有趣的来了。奚月龙控制龙头，伍子飞坐在中间， Alex 坐最后， Alex 还扶着女生的手放在奚月龙的肩膀上，还从后方抓着伍子飞的腿放上车。我们先不管这样的三贴行为是不是违反交通规则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 Alex 跟伍子飞之间的互动和肢体接触应该是超过纯友谊的界限。而且等他们下了电动脚踏车后，两人就搭车回到男生位在新北市的农园。其实伍子飞24号下午也是先开车到农园跟 Alex 会合，25号凌晨回到出发地过了一夜。傍晚，女生的车开了出来，副驾驶座上隐约有人影，车子就往南部前进。从种种互动上来看，伍子飞应该是彻底断开了前人与 Alex 热恋中。